起一念心，动一个念，是不是完全是善的？是利益人群吗？这咱都要真用心修好善心，利益人群这念心。也若是无修好啦，一念偏差失误，那起一念贪心啊，动一念恶啊，可能咱都受着污染了。这个污染，伊亲像一种的病毒共款，都会搁再生团，不断复制。所以咱必定呢，爱修好的这颗心，是善是利益人群的大善，也搁都爱断恶法的心，爱真明朗啊！咱那是心念一点啊的糊涂，善恶未晓分啊！那阿弥呢？这无意中啊，就是啊，恶念，把咱偏差。阿弟啊，《现古经》内底也有阿弥一段的故事。一对的兄弟啊，小弟呢，经商真成功啊！啊，一个呢是受官府甲人民啊所依赖的名士人，有一位啊，想要去海去采宝，也都爱集真侪人，啊，准备上船入海啦。钱无够，就来向这位名士人的小弟来给借钱。上船唔知什么时阵才会转来，钱用我的囝的名，会当还我的囝啦。这大兄呢是名士人啊，就讲哎呀，无问题啦。我伫咧判断大事，都是公正啊，我会当替你的囝做保证。这个小弟啊，就安心，甲真多的钱都借对方。站在那个海中，我真干啊，风啊雨啊，把这个船队吹，船啊，船拢总沉落去。只是得救而已，所以人空空回来，啊，要安怎重新再起？不敢来向这位小弟借钱，就向朋友亲戚借啊，啊，就出海去啦。采了真多真多海中的宝物啊，就趁钱啊，这么多年啊，
这个小弟啊，放心啊啦，囡仔嘛已经大汉了，负责啦，大摇大摆啊，对明叔人小弟的家庭过。年轻人啊，赶紧搁出来甲伊招呼，伊讲你是不是有要来还我的钱是无？伊讲我哪有欠你的钱啊？有啊，当初你向我的老爸借的钱，对方呢知影讲爱还钱，伊就去准备一个明珠。找这大兄呢，伊的夫人呐、啊。请夫人甲我讲几句话，予我会当免还这条钱，这是无可能啊！我哪有可能叫伊做这行昧了良心的代志呢？赶紧就搁提一粒起来。动心啊，宝珠收起来，就把这个代志去甲伊的先生讲啊。无可能，借钱爱还钱，这就是道理啊。我哪有可能呢？把这个道理反复掉去呢？你那是唔肯答应我，去甲人收这个物件，无信用啊！所以我就是用命来还债。你那是唔肯答应我，只好就是安尼啊，真挣扎，到尾啊，昧了良心，我就回啦。负责的人对小弟的家庭过，年轻人啊，甲伊招呼，你是不是有要来还我的钱是无？我哪有欠你的钱啊？有啊，保证人讲我有甲你借钱，我都还你钱。去伦理啦！就向伊的孙仔讲，敢有这项代志呢？我哪会拢袂记得啊啦？大伯，你现在哪会这糊涂啊？大伯呢，就足生气的啊！你是我的侄仔，晚辈的人呢？讲长辈也唔对呢，就该赶出去啦。为什么佛陀讲这个故事呢？就是还有另外一段，那就是在佛陀的时代里，那就是有一位。中家，伊生五个查某囝，啊，无后生。啊，迄当阵的国法啦，就是讲，无管你偌好个，你呢，若无有后生啦，将来你的财产都爱归国库。啊，伫伊得要往生的以前啦。夫人怀孕啦，这位中家呢，向查某囝讲，是毋是爱向国王去求情？但家你的老母生落来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的，才来决定。几个月后，这位夫人啦、生落来，果然是后生。啊，不过呢？无有四种，
有口无舌吼，也无有目睭，也无有耳啊。啊，大家拢来议论啦。查某囝真聪明，生落来呢有这个男的根啦，应该都是算是啦。国王嘛感觉讲也嘛是啊。啊，这个代志办好了后呢，查某囝都甲伊的先生讲啦。伊个先生就感觉到讲，啊，这是虾米因缘啦？带去问佛啦，佛陀呢就讲起了前面那段的故事，所以咱来勤精进，明善恶吼，爱真清楚。咱断事啦，伫咧分别这个事理呢，是非爱真明捷吼，那而且呢爱真清楚。断事，这是真重要，分别道理真重要。啊，现在的人啊，真多啦，拢是闻声起舞吼，善恶不分呐，无法度明理。咱即马则都爱赶紧甲佛法呢，吼，人人会当清楚。那无呢，一念心糊涂去啦。未来的人生啊，都苦不堪言哦。